各位听众的纵观股民、太平友、小平友、太嘎众、太嘎后，请给自己一个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太嘎今天来到桃园莲花会，今年嘅2023，今年是客家移民的活动，艾克主持人阿国，请给阿国一个掌声好不好？今年嘅表演呢，有唱到东东乐团、红柳乐团、太嘎做的唱合唱嘅客家演奏，也有桃园本地嘅舞团。杜嘉伦舞团也会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透过这个客家的舞蹈一起来欣赏那带来精彩的表演。欢迎大家听下来唐音乐看表演，送点花大家说好不好？耶、yeah, 谢谢大家。来，我用国语再讲一遍，我是主持人阿国。那今天呢，在我们2023桃园莲花季的现场呢，那今天希望说可以透过假日让大家了解到我们客家艺文，不管是音乐还是舞蹈的呈现呢，都能够让大家透过我们在莲花园的田里呢，在这个主舞台当中呢，一起来欣赏非常棒的音乐，一起来欣赏非常棒的舞蹈。而今天也邀请到的金曲乐团非常厉害的团体东东乐团，为大家会带来精彩好听的客家歌曲，还有热爱客家歌谣跟表演的红如乐团也会来到现场，还有我们桃园哦在地的舞蹈团杜嘉伦舞团也会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所以请大家今天上午一定要从现在开始一直待到我们的12点，因为我们的表演都是非常的精彩。而今天以我们的长官贵宾莅临，也昌明到长官贵宾跟大家挥手致意。首先是我们桃园市政府农业局陈冠义局长，局长好。接着是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处吴昌俊科长，科长好。接着还有桃园莲花园休闲农业发展协会黄成昌理事长，欢迎。曾国权总干事，欢迎。以及王玉祥荣誉理事长，欢迎。接着我们今天的长官莅临，要有请到长官来致辞，邀请到的是我们桃园市政府农业局陈冠义局长，请上台。还有我们桃园莲花园休闲农业发展协会我们的理事长荣誉理事长总干事，我们一起上台。来，有请局长致辞，热情掌声。那请个总长，什么我们最佳主持人阿国，我们所有来自全台湾的乡亲好朋友，大家做完太感后哦，今天哦真的是我看到这个天气哦安心一下哦，因为哦大家知道这个礼拜有台风来哦，那我还担心说台风会不会造成所有场地啊，包括泥泞啊各方面，哎，没想到我们观音哦就是一个福地啊，哦好山好水之外呢，你看我们的环境哦，尤其是来欣赏我们最棒的莲花哈、哦，那顺便到我们观音来这边哈、哦，尝吃我们的客家美食哈、哦，那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这个莲花园哈、哦、休闲农业区哈、哦，我们的理事长哈、哦、阿昌国哈、哦、黄成昌黄理事长，还有我们的黄玉祥哈、哦、黄荣誉理事长哈、哦，还有我们休闲农业区所有的干部哈、哦，那当然我们桃园莲花季哈、哦，在7月1号正式开始到现在哈、哦，每个礼拜六日哈、哦。都是有非常多的艺文活动、哦、那包括有早上中午也有晚上的音乐会，上个礼拜我们就在那边、哦、看着荷塘月色，看着我们的桃园非常著名的交响乐团来表演。那这个礼拜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客家局呢，那帮我们安排的包括有这个红如乐团哈，还有东东乐团哈，这都是享誉全国的乐团了。那当然还有我们桃园在地非常有名的杜贵人舞团哈，那也要来表演。那我想，好吃、好玩、好看、好精彩，就在我们的莲花季哈。那欢迎大家哈，那利用从7月1号到8月20号，我们这51天哈。那当然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半了哈，但是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活动哈，我们下个礼拜啊，在我们这个现场哈，还有荷塘月色的莲花餐啊，那晚上呢可以大家一起来这边哈，那体验哈这晚上看莲花荷花的漂亮。那另外一方面，本来在这2天呢，我们有一个露营车的活动哈，那因为考量到可能台风会造成这个场地泥泞哈，可能大家不舒服，所以我们就在上个礼拜一二台风要进来的时候，我们先把它延起哈，会延到8月12号啊。那如果呢有爱护这个户外活动哈，
那喜爱露营的好朋友，欢迎也可以到我们这个现场来哈，边露营哈，那边全合家大小一起来，在这边看荷花哈，赏月色哈，那非常的棒。那当然，今天来到这边看客家局的活动哈，我们客家的艺文表演，那最重要也要顺便跟大家报告哈，那即将在8月11号，我们桃园市呢要办一场国际性的哈，那世界客家博览会就在我们的青埔特区哈这边来举办，但是呢有非常多的副场馆都在我们的各个区啊，像我们观音哈在伦平这边就有一个一个馆地景艺术哈，也有地景艺术哈，那当然也欢迎哈，那趁着这个暑假期间呢，合家大小哈一起带来我们的桃园，尤其在我们观音哈来这边体验，我们这边观音有15家的农场哈，大家都去逛一逛，每一家都非常有特色，那每一家的这个除了好看的莲花，也有好吃的美食，那欢迎大家，最后祝福。代表我们桃园市长张善政祝福所有的乡亲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假期愉快，谢谢，非常的感谢局长。来，我们是不是有请理事长有要为我们说几句话，来有请。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这边看我们的节目谢谢，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理事长，请大家再给我们局长以及我们理事长。那也谢谢客家局的吴科长啊。科长，科长，谢谢啊。来给科长一个掌声。待会好像客家局的林局长也会来啊哈。对。但是因为我们假日行程非常多，下午好像在永安渔港还有一场海客的活动哈，那我们都要去参加哦。欢迎大家好好来这边好好体验，谢谢。非常的感谢局长，请大家再给局长、理事长一个热烈掌声，谢谢。英雄孙梦，谢谢谢谢哈，也请我们局长、理事长等一下呢，也可以一起来看我们非常棒的音乐演出，还有我们的舞蹈演出，请大家也给自己一个最热烈的掌声，好不好？那等一下呢，我们这个舞团呢就要准备来登场了哈。那先介绍一下哈，首先我们要来登场的这个表演呢。